星星提醒您没用的小技巧不要学。切洋葱的时候辣到泪流满面，用保鲜膜包裹起自己的脑袋，这样再切100个洋葱也不会哭了。千万不要学，正确示范是刀上沾点水，洋葱放在冰箱冷藏一会，拿张纸巾打湿放在菜板旁边，这样怎么切都不会掉眼泪了。管状瓶盖很难打开怎么办？只需这样拍打就能轻松拧动瓶盖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千万不要学，正确示范是倾斜45度角边转边敲，一圈敲完后一拧就开了，用勺柄在盖子上逆时针划几圈，这样也可以拧开，靠着墙上敲击几下同样可以轻松拧开。旧衣服穿在身上，出去旅游就不用背旅行箱了。千万不要学，正确示范是出门旅游这样整理美观要整齐，牛仔裤、袜子、短袖、配套衣物、毛巾、